你羡慕那些明星，微笑一下说几句话，代言费就是你一辈子都无法赚到的。你羡慕那些企业高管，上班不用打卡，事情都是手下人去做，拿着年薪百万。你羡慕那些名校毕业生，实习的工资都赶上你工作五年的薪水。人往往只看到想看的一面，对背后的真相却是选择性的忽略。你看不到那些明星平日里花了多长时间在打磨自己，单单保持身材这一条就是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的。你看不到那些会议上侃侃而谈什么都懂的高管，平日里看了多少书，积累了多少行业知识，年纪轻轻却头发都卸了顶。你看不到那些名校毕业生在学生时代是如何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强大，也没有稀里糊涂的衰败，所有的财富背后都是玩命的付出和不懈的坚持。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越厉害的人反而越努力。切记，别用今天的安逸换一辈子的艰难，这是天底下最赔本的买卖。